NS 的游戏哦，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玩的、欸，我可以玩啊。哎、欸，昨天玩到这里，对我记得了啊。玩这个游戏可以放音乐，来放音乐吧。昨天放到这里啊，那我们要继续放这首歌嘛？我觉得这首歌我们可以跳过，你们觉得怎么样？好，我帮你们决定好了，好，就这样。在失误了。今天的我精神状态刚好饱满的。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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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那边我就不先不挑战了，我有点怕、啊。The mountain seems no more a soulless thing, but rather as a shape of ancient fear. In darkness and the winds of chaos born, amid the lordless heavens thundering, a presence crouched, enormous and austere, before whose feet the mighty waters mourn. George Sterling. 那边我有点不知道怎。我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我这边不能这样过。这个45度角摆得非常的美丽。我们等一下就是从这个有没有大概45度角的地方飞过去，然后把锄头勾在上面，非常漂亮。昨天已经试过了，先把身体撑一下。What?
手。哎呦，还行还行，给我放好。这个瓮，这个烂光头烂瓮，你给我。很好。等一下，你给我撑着，撑起住哎、欸，小可以哦，慢慢来哦。嗯，小，哎呦，非常好。滑鼠慢慢的、慢慢的往下放，慢慢的，我们不急啊。我们哎呦，非常的漂亮的瓮子，哎呦，你这个瓮子非常的美丽，哎呦，漂亮。我擦。我知错了，我真的知错了。Whenever I climb, I'm followed by a dog called Ego. Friedrich Nietzsche.我刚才从马里奥已经学到了这个不急不徐，我刚刚就是太急。
不要这么急，我们慢慢来，我们不急，我们慢慢来，我们放轻松，我们慢慢来。Oh my god！ 啊！OK，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非常的完美，漂亮。我们现在稍微往前左，大概十度左右。OK， 非常好。我往前弹勾一下。谁说失败了没有关系啊？有人玩这个游戏玩到剃头，那我好赚，我根本不用剃。我错，好不好？不应该在那边。
等下上去一定不会急，我等下一定不会再急。我错！I'm gonna let you be for a little bit.扯窝，有人三分多就过了。贝克像在附近 https://www.ion.com/w=lohhsuaygvu。我昨天有过啊，这边我昨天有过啊，只是又掉回来而已。所以韩国人破关了吗？这游戏有终点吗？我很想知道这游戏他妈到底有没有终点。No. 有吗？居然有终点是吧？后去，不要拿人家来比的啊！好烦哦，最讨厌一直拿人家来比，听着就觉得很烦。他玩的再好，那又怎么样？当我屁事。我就是玩的这么烂啊，怎么样？真的很讨厌一直拿人家来比，说不定他已经玩超久的了。我这边可以这样慢慢过，好爽，再也不用失误。没有生气啊，我只是跟你说我很讨厌这样而已，什么都要比，玩个黑暗灵魂也要比，玩个炎狱圣所也要比，玩个人王也要比，打楼也要比，什么都要比。就不能好好乖开心一点看台吗？哎，马里奥也要比18分钟。没有生气啊，是说我不太喜欢这样的。
三分钟就过，到底他妈怎么三分钟过这个游戏的啊？他妈游戏制作人啊！我还是很感谢你告诉我这个讯息。我等一下结束，我一定会去看那个三分钟过的，想看一下他怎么过的。反正是把这游戏玩到他妈的已经炉火纯青。完了，我等一下一次上去，我不要在这边那用土的，用土的干超蠢的感觉，不要，我要一波上，我一定要一波上，在这边嘻嘻哈哈。我等一下一波上，我等一下一波上去。我不要，我没有一波上，我不一波。我们不一波上，我们慢慢上就好了。好啦，贝贝，不要生气，至少要比没人比你更像游戏主角啊！我没有生气哦，干，我就说我没有生气了，真的没有生气啊！我只是发，我总有发言的权利吧？我只是说我不太喜欢攀比较而已啊！美国圣地亚哥 American 圣地亚哥，我
看我昨天开台不就是从这边开始玩的吗？真的不想再过这个山洞了。昨天这边已经炉火纯青了，干，怎么现在又过不了了？马里奥过了，月亮的跟背面过了。我有打 XD 呀，我就喜欢看副建台呀，超好笑的。啊，感谢猎能星了。原来你喜欢看副建台啊？我在副建，我就是在副建，没有错，我就是一个副建仔啊。我就是一个副建仔啊。我又回来啦，老衲又回来啦，紫色的他妈烂惨，最好是个。刚刚我们有展现过这个直接进去进洞一杆进洞的那一招，有没有？这边要一杆进洞，然后要一杆进洞。没关系，杆子还在，没有关系。不
欸，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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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锤子，我不小心对你太用力了，你等一下，锤子大哥，不好意思，关关关。滑鼠灵敏度怎么那么高啊？是不是要把滑鼠灵敏度调低一点啊？锤子越来越不听话嘞！我。是台语问题，对啊，我台语不好啊。是这样子吗？好。我忘记怎么唱了。梦中的情话，啊是真。所以你听得懂？当然听得懂啊，靠呀！台南。没有，我只是说你听得懂我唱。当然听得懂。那我唱两句。安你先。我这点的小挫败，我们是不会就这样放弃的。嗯，不可以，你不可以再掉下去哦。哎，你在最多就在这边就好了。哦，不要掉下去。嗯，卡大声呀，听无啊？我。当中叮咛的话，我。OK，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一切都在掌握之中。OK， 没事的。Never had a chance, ain't no one even knew.
但我昨天过这边过得超顺的，我一次就过了。这怎么会卡这么久啊？不科学啊！昨天过第一次到这边的时候，我一次就打到最上面那边去了。这真不科学啊！难道是第一次靠赛的吗？等一下，你这个锤子不要乱打，拜托了。OK， 我们回来这边，我们慢慢来，我们不急，我们不急，我们不要再下去了，我们不会再下去，我们绝对不会再下去了。OK， 表现得非常好，那么这个杆子打得非常漂亮，锤子你也表现得非常的好，你知道吗？你现在就是这个稳定的发挥啊。表现得很好、你真的很棒。美国圣地亚哥 American 圣地亚哥。不是
Shaq, the one and only. Man's not hot. Never hot. Scrap! Skitty cat cat! Boom! 2 plus 2 is 4, minus 1, that's 3, quick maths. Everyday man's on the block. Smoke trees. 我只是稍微小按错一下下而已，他就让我下去嘞。锤子真的很严格哎。好，我们这边不急啊，我们在这个廖北亚的尖端，然后这边一个漂亮的一个顺向上来，漂亮啊，锤子稳健的勾到这个溜滑梯这个底部，非常的漂亮。我们慢慢的随着这个锤子上来，好漂亮的过来夹住这个啊，漂亮啊，非常漂亮，在这球的这个地方漂亮的撑住了这个啊杆子。啊，在这一个稳定的发挥，我得到这个反馈还是不错的，对的啊。过来啊，这个碰放在这边，45度角的一个地方啊，非常漂亮啊。此时我们拿这个铁锤往这下面的啊第二个箱子上面黑黑的地方一个敲击啊下去啊，这个钩子勾在这边非常的美啊。到这边为止，我们都表现得非常的好。OK， 那我们把它移到这个啊边边角角的一个角度，我们这时候完全不需要急，我们只要45度角勾在这里就可以了。小朋友现在都不需要急哦，啊，勾到这边就好了啊。这个刚好在边边角角的这个地方，我们感觉非常棒，可以一个戳啊，然后我们上去慢慢的勾，用勾的把自己勾上去，好，非常的完美，非常的漂亮啊。看到你这个南瓜，我就生气。
我你只要负责接电话就好了。遵命，船长。请问是蟹堡王吗？不是，我是派大星。我错了吗？你们老是弄我脾气，我是被你们惹的。倒了，操！不是了，我是派大星。你可以好好的讲话。奇怪，昨天这边上的非常的快啊，今天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呢？今天感觉非常不对劲，今天感觉在那边我一直出现了一些小 trouble。 错，我要求完美，再试一次。吃葡萄，我的要求是要完美。奇怪，昨天过得非常轻松，今天怎么会这样？你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懂。我不会再失误了，不会，这就是最后一次我来这边，我不会再失误了，我绝对不会再失误了。我们一次过关，这一次我们回家比赛，我们一次过关。这一波我们绝对不急，也不许。我掌握到诀窍了，可以，我掌握到诀窍了，这一次我们一定可以，我掌握到，我已经完全掌握到诀窍了，我刚才那边角度抓错了。掌握到诀窍了，70度角，漂亮。
慢慢来哈，哎，可以可以可以，慢慢来，我们慢慢来，我们不急嘛，我们不急嘛，又没有人赶时间，你这么急干嘛？锤锤，锤锤，你不用这么急的、啊，我们不赶时间啊，锤锤。锤锤，我们慢慢的收我们的锤子啊，非常的好，你表现得非常的棒，锤锤。锤锤。是，这昨天就来过了，只是我昨天没上，今天一定上。要怎么上啊？哎呦，我的天哪、啊！那边要怎么上？我不知道那边要怎么上、欸。天哪、啊！那边要怎么上比较好？每次都会有人质疑我那边过不了，没有关系，我一定会过给你看。
现在连爬这边都他妈有障碍了啊！我是不是生病了啊？我是不是生病了啊？为什么连爬这个都那么慢啊？我怎么可能要过那么久？猛鱼大大叔，你好，感谢订阅。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我应该会很快的速度爬回去刚才那边。我们稳起来哈，稳起来，这波我们一波上去，不急了。哪有那么难啊，不是之前随便勾都上的东西吗？不是随便勾都会上的地方吗？别灰心，有个韩国人玩了十几个小时还在起点。可以，我完全明白他啊，他如果这样一直掉下来二十个小时都在起点我都信啊。这二十个小时都还在起点我都相信啊，他如果这样一直掉下来的话，
又回来啦！我又回来了。NIKYWAY 的输赢是几点？你新赛到不是啊？帮 POE 拉票也没有用啊，他那个其他赛区的啊。
不乱了，不乱了，不乱了，不乱了。我不乱来了，不乱来了，不乱来了。绝不乱来！此时此刻开始，我已经是一个完全不会乱来的玩家了。为什么勾一下他就动作这么大、啊？锤锤，是不是生病了？锤锤，我什么都没做啊！锤锤，锤锤，你记得吗？我刚才什么都没做啊！你还记得锤锤？你还记得吗？锤锤，锤锤，你还记得刚刚我们什么都没做吧？锤锤你，锤锤你，锤锤你。锤你啊！锤锤你啊！你乖啊！锤锤你乖。我。锤锤。啊！我错了，我错了，锤锤，我错了，我错了，我肯跟你保证，我真的错了。锤锤，我跟你保证，真的，刚刚我错了。这一次成功的一杆进洞。再上回去，我们要这次一定要一波回去那个锅炉那边，一定要回去那个炉子那边。
回到马桶坐一下，坐一下马桶先。我。
大哥，是你，南瓜大哥。我。不再霸凌他了，霸凌别人都会有不好的下场。敲小孩是不是？敲小孩可以干嘛？我敲，我等下敲他，我等下就敲他，我等下就敲他。在嘲笑我是不是？现在有脚了不起是吗？不要，先不要去找小孩了，拜托，我不想要再找小孩了，不要再找小孩了，我绝对不再找小孩了，我不找小孩了，我不找小孩了，先不找小孩了，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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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不去啊，那小孩那边上不去啊，这边真的上得去吗？看不起，真是看不起他妈的，这陶瓮大哥吗？啊，难道我水缸大哥不值得他尊敬吗？勾他的头就上去了。Are you kidding me？ 我等一下有机会过去，我就去勾他头。不要骗我。这边还是好不稳，不行，我一定要好好的慢慢过它。
私の中には私はもういない。何をしててもあなたの影がそこにいて消えなくて消せなくて胸の深い闇に逃げ込んだまま出られ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ねえ助け出して、ここにいるよ。あなたしか聞こえない声を枯らして叫んでるのに、怖くてただ震えてるよ。もう息もできない。お願い、街並み騒がしい人の波、恋人たちは笑って幸せを競い合って、くすぶったままのあなたへの愛の小さな火が消えなくて消せなくて。有脚有脚了哇，我有脚了，我破关了，耶、勾小孩的头子，干你娘的！到底什么什么小孩的头可以勾啊？到底哪里小孩的头可以勾啊？不要骗我好不好？人生已经够崩溃了，你还要骗我？你看我多可怜！真的小孩可以勾吗？根本就没敲到他的头过，他刚刚被我打到头破血流，你跟我说我没敲到他头过，那锤子直接锤到他头上了，你知道吗？我锤子都锤到头上了，你跟我说我没，你他妈整个头都被我勾烂了，你跟我说。你要不要干脆说我刚那个橘子没拿下来给他吃好了，就是因为我没有给他吃橘子，所以他不会触发这个隐藏的设定。我有勾到头啊！我有勾到头，他头整个被我扯爆嘞！他的头是已经是被我撕裂伤的那一种嘞！
美国圣地亚哥 American 圣地亚哥啊，现在还要看 VOD 检讨自己有没有勾他的头是不是，然后我还要讲解我刚刚勾那个几度角度学要算进去就对了。掌握到这边的诀窍了，左右互搏之术可以漂亮，这一波一定过。橘子锅，我要回去找我的脚了。我啊 ，OK， 我去找我的脚。我，先坐到马桶上啊。这一次我绝对不会等待，我这次一波到底，直接勾到最上面去，用力的那一种，用尽全身的力量勾出去的那一种，绝对不会再任何的等待。把它勾上去，我好像角度搞错了啊！我已经掌握到那个诀窍了哈，诀窍已经掌握到了，这一把通关，这一次我们一次通关，漂亮！好，我已经找到诀窍了，勾着勾着。说我没勾小孩的，我真的是生气耶！我现在就勾小孩给你们看。这样还没打到他的头，有没有？有没有看到他的头？这整个铁锤尖端那个地方，往他头那勾下去了，有吧？这一波不解释了吧？真的勾到他的头了吧？真的没骗你们了吧？真的勾到了。
的地方，然后把锤锤勾到一个最深的地方，然后锤锤到最深的地方，我们是把瓮瓮摆到最深的地方。OK， 瓮瓮现在到最深的地方喽。OK， 非常好。我们再把锤锤勾到一个最深的地方。OK， 锤锤也表现得很好。OK， 锤锤，我们现在锤锤，我们现在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锤锤，我们现在到最深的地方。锤锤，好，锤锤表现得很好哦，非常好哦，锤锤。锤，你现在锤锤，锤锤，就锤。现在，照刚刚的节奏，刚刚的节奏其实不错哎，锤锤。你说是吧？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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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好，吹吹，你现在表现得很好哦。OK， 我的 on， OK。下很尴尬了，我滑鼠滑到最。我滑鼠刚刚卡住了 ，Oh my今日有进度啦，锤锤跟嗡嗡，不行，我要加时间，我一定要再去橘子那边，我一定要加一次时间。哦，不行，再给我一次加时间。再给我一次，我不行，我一定要去找，我他妈我一定要去找橘子哥，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